花莲县政府举办的2021巴黎巴黎音乐节首度移师到南花莲玉里来举行，现场有金曲原创等大赏歌手热力演唱，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巴黎巴黎音乐节的气氛。2021法里法里音乐节在玉里镇永昌分校登场，来自卓溪乡的迁徙女孩阿布斯率先开场。法里是阿美族语风的意思，法里法里音乐节今年是第三届，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佳作阿布斯以及东岸嘻哈小王子AZ、李孝祖等实力派歌手接力登台演出，舞台上星光熠熠。除了原住民新世代歌手，县政府也邀请历届金曲奖得主的桑布依、阿奴以及入围金曲奖的马永恩。2019共聊国际海洋音乐季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嘎西烙咸猪肉轮番上台演出，带给南区实实在在的金曲奖之夜。巴黎巴黎音乐节首度移师到南花莲的玉里镇举办，不论是金曲歌手还是原创大赏的乐团热力开唱，各种曲风音乐不间断，从白天嗨到黑夜，也让现场的乡亲民众强烈感受到了巴黎巴黎吹来的原名乐章，令人惊艳沉醉。记者石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